好，那我们来看看，用 Node Editor 其实最常见的一个用途是去氯背景。那什么叫做去氯背景呢？我先示范一下，我先载入两张图片。那这一个我先去掉，因为我不要用到它。我要加进两个图片，所以我要加进两个 input。那两个 input 都是 image。第一个 image， 再加一个，第二个 image。好，这两张 image 呢，我们一个选这个湖，好，湖的图片啊，另外一个呢，我选一个绿背景的图片，绿背景的图片就是刚刚那个人啊。那我现在希望说，让这个人呢，跟湖的图片整个合成，那合成出来的结果呢，绿背景会被去除、哦、那这个就叫去绿背景。那我要怎么做呢？首先呢，我要先说真的，我有点忘记了，我稍微偷看一下解答。我要先用 Channel Key， 再用 Color Spill， 再用 Alpha Over， 然后呢，再没有，用 Channel Key Color Spill Alpha Over， 最后输出就好。好，那我来做一遍啊，偷看一下解答。Channel Key， Channel Key 在这里啊 ，MATTE 这一个里面。好，那 Channel Key 呢，用途是用来去绿背的，所以我应该是把有绿背景的这个人放进来啊。然后呢，我可以先输出到 Composite 4看一下啊。那你会发现这样子根本就没去掉绿背景，因为绿背景的部分虽然有一些感觉有一些格子出来了，但是还是有很绿的地方。那我这边呢，我放不要放 0.0， 我放 0.8 好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当我放 0.8 的时候，有只剩下一点点绿色，但是还不够好，对不对？那我就再加一点 0.9。 那当我放 0.9 的时候好像不错了、好像不错了，只剩下手的这个阴影，有没有手的这个阴影还是绿绿的，这个还有，其实还有一些地方你可能看不出来，我按 F12、现在看不出来，因为我们待会合成之后才会看出来、那所以当我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看到好像不错了 0.9， 但是我们先合成好了，先合成让各位看一下，如果我没有用中间这个 color spill 直接 alpha over 会怎么样、直接我用 alpha over 加一个 alpha over， alpha over 在这里、color 在这里有一个 alpha over。 好，那我 alpha over 是谁 over 谁呢？应该是这一个吧，这一个，然后这一个要输出到这里啊，宕机真是不幸不好意思，只好把我已经做好的载进来好了，免得示范到一半。好，不好意思，它宕机。好，我做好的长这个样子啊。这个湖呢进来了，然后绿背景的人进来了，经过 Channel Key 之后呢，它会绿色大部分去掉，但是你如果仔细看，你会发现他的手旁边还有一点点绿绿的、然后呢，你把它导到一个叫 Color Spill 的 Color Spill 这边，因为你要去绿背景，所以你要选 G、选 G。 那这个是叫做泛色、就是它要需要去去除那个泛色，去绿色的泛色。那去除再把它导到 Alpha Over， Alpha Over 是说重叠的意思、就是透明的地方不要了，然后直接叠上去。那这时候呢，你把这个导进来，在第一张影像这个导进来，
经过 绿色去除、泛光去除之后啊，绿背景去除、绿色泛光去除之后导进来，最后再把这个 alpha over 的输出导到 composite 啊，那这样你就会看到我们的结果长这个样子，长这个样子。那这个人你可以注意看一下，这样去除的结果应该还算不错啊，绿色的部分已经看不太出来了啦，哦，那人好像整个就站在那个湖的前面，哦，可以感觉得出来吧，哦，那这个技巧呢，除了可以用在静态的影像之外，它也可以用在动态的影像，哦，那动态的影像其实方法类似，只是你把这个 image 的部分呢， image 的部分这里选的时候选 movie file，啊，选 movie file 之后呢，你还要调整几个地方，啊，选 movie file 的之后你还要调整 frame 和，frames 是总共到底有几张图，啊，那 start frame 是从第几张开始，啊，第几张开始，那 offset 呢是每次要跳几张，啊，那一旦你设好这个，你跑出来的东西会是一个动画，啊，那我们先让各位做静态的就好，待会我们再来示范动画的部分，啊，就是让待会我们会示范一个小狗让它在湖上面动来动去，啊，那先看到这里，啊，各位试试看静态的合成。那你可以从我的网站上面去下载我的网站，的这个后期合成这边哈，后期合成这边有一个去除背景的这个连结，点进去之后呢，它应该写的算蛮详细的哈，静态背景的去除，那你就可以看到那个主要你要看到这张图，你看到这张图，你应该就会做了哈，那如果你找不到绿背景，其实你可以用我的整个专案都在这里，就是 node green remove 点 zip， 你把它解开，里面已经有这些图了，啊，那你就不用再重做。那里面除了有这些图以外，还有一个 blender 专案，你把它开起来，其实就已经直接做好了，啊，那建议各位，你还是得自己做一次，哦，不是直接开起来然后看就结束了，哦，你要自己做一次，自己拉一次，这样你才真正能够感觉说为什么这样可以去除绿背景。好。